就烧，就特别烧哦。然后那个我说你，我因为我跟您在那个咱们微信上这边交流的时候，你说这个缺白玉不能用了，然后我就现在给我吃这几个白叶片儿，哦，就这白叶片儿，我都感觉像就是我这个是不是属于是白叶不对，就是能确诊，一个是确诊，第二个要确诊你的诱发因素，啊，对，病要正确治疗，不能盲目的去治疗。对，盲目治疗像你的早期用的刺激性药水，还有可能把它用的面积越来越大了。我就是怕，就是说，你说我现在就这一点，我就是怕担心，就是说整个就是变大，就是这一类型的，我怕变大，是。所以说来咱们省城医院看一下。等一会儿先抽个血，看抽你血体内的情况，啊，然后就做一个全身的，因为有一些你肉眼看不到，能通过仪器检测就能把它查出来。那你在那儿去，人家给你有没有进行抽血？没有抽血，没有没有哈。抽血。定期有没有检查肝？